妈，你这样，你先把店关了，我现在就回家给曼宁打电话，你别着急。嗯，这是怎么了？公司高层闭门会议，禁止一切外来人员出入。不让出入？为什么？哎，那个是美娜。喂，喂，美娜，你在公司？我在公司呢。我妈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曼宁出事了，我正准备回家呢。这样，美娜，你想想办法，从后门出来。啊？你叫饶美娜？第二设计室的？我。美娜，你快跑啊！啊！站住！完了，怎么办？我知道一个安全通道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爸跟严倾城的父母，他们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很受伤，但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他和你的人生在17年前就有了纠缠，现在庄家和蓝海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可以就这么离开。如果我有证据证明你的继承人身份存疑，你就没有资格把庄家和蓝海集团攥在手上。妈，真的吗？美萱，我对不起你。小姨这么顽皮不懂事，你却视如己出，我对不起你。原来在这个家里最多余的不是我，是你呀、啊！我们已经把录音向外公布，你休想再留在庄家。你觉得你拿这种东西，我就会怀疑我的父亲和母亲。外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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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董事长，老董事长。曼宁，你别这样，你再这样下去，叔叔会更伤心的。曼宁，你别说话。
一个人静一静。 下雨了，我们会一直被锁在这里吗？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？你们老大，我妈刚给我打电话说慢慢走了，为什么呀？他们分手了吗？ 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说啊，元帅。你别总闷着，行不行？你都说出来，只要你说，我都会听的。我说，你都会听吗？嗯。我，对不起。 为什么要道歉？为以前伤害了你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你并不在我的计划之中。我回到这里，是为了帮老大完成心愿。在没有完成之前，其余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多余的。你不要说了。 我懂，你懂吗？嗯，我懂。不过，就是跟以前一样，不要再跟着你。其实你大可不必再说一次来伤害我。美娜，元帅。 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再喜欢你了。